大家好，我是麦克，欢迎大家收听赛斯资料的健康之道的第九章的第一部分。那这第九章的标题呢非常有意思，是你和你活在自相矛盾中啊，这么多个你啊，都是持有不同观点的或者带有不同目的的你，而这些不同目的的你啊，有的时候是一致的啊，不拧巴的，而且是不矛盾的，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些持有不同目的和不同信念的你，他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一些不利的变化，也可能带来其他的一些影响啊，但就是这一章的主题。那我们先看啊，它的第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5月29日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的。首先上来就是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他说下一章标题是你和你活在自相矛盾中。然后停顿良久，赛斯说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我显然无法讨论形成人类经验的所有不同啊，形成所有人类经验所有不可数计的啊极其复杂的信念。然而在此处，我希望以某种方式列出足够明确的一个概括啊，记住它是一个概括，它不是针对个人的，以便你们读者啊，就你们自己的生命而言能够发现许多适用之处啊，就你们的生命来说，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地方啊，适用之点。事实上你可能发现不止一个你啊，却有好几个你啊，可以这样说，每一个追求某种目的的啊，而你可能进一步会发现有些这种目的彼此抵消的，有些则彼此是对立的啊，当然这种相反的目的能够导致精神身体和情绪上的一些困难啊，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啊，这个每一个带有不同目的的你啊，比如说有的想赚钱的你啊，有想躺平的你啊，有想这个好好学习的你，有想偷懒的你，这每一个你呢其实都是一个啊，持有不同观点或者不同目的的你。那他们有的是相互抵消的啊，都是对立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躺平的你就被上学去的你给抵消了。那还有一些呢是相互之间是对立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口里说着嘴里说着我想赚钱啊，在实际当中他是对财富是有恐惧啊，是害怕赚钱的啊，害怕有钱的，所以这种完全相反和对立的这种情绪，它可能会导致，记住，你的精神身体和情绪上的一些困难啊，包括身体啊，不光精神和情绪啊。许多人相信啊，这是很多人的观点，许多人相信，相信什么？让自己出头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能力是危险的啊，这是有人的观点啊，不要出头，很多的时候都是随大溜啊，做老好人啊，自己有想法也不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啊，在很多的社会中啊，社会现象中都能看到啊，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啊更有社会经验，更圆滑啊，更善于处理事件的一个优点，其实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是希望大家相信啊，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能力啊，他害怕不想表达，不想这个枪打出头鸟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呢，这种个人啊，可能非常积极的要在某种艺术专业或者其他活动的领域有所建树啊。他一边啊害怕自己被枪打出头鸟啊，一边他就愿意在啊艺术啊专业呀、啊、或者其他活动领域啊是有所建树的啊，你说这样他多么的痛苦。在这种的例子里啊，是有两个相反的目的在运作的啊，一个想啊害怕表达啊，一个要去急于表达自己的欲望以及害怕如此做的这个恐惧啊，这两个同时存在啊，真就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就会出现状况。
如果两个信件都是同样的具有主宰性而不可或缺，两个都很强，这两个观点啊，这个旗鼓相当，那这个时候，那么情况就变得相当严重了啊。如果一个偏强，一个偏弱还好一点啊，但如果两个都很有主导啊，而且都缺不了啊，那就出问题了。在一方面，这种人可以试着在社会里，或者商业上，或者艺术和科学里获得成功，打引号的成功。但却发现自己每向前一步就后退两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可自己啊，不认可自己的出人头地，表达真实的自己，他总害怕表达是不好的。换言之，他们将遭遇自己所造成的阻碍啊，这个阻碍是他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啊，他认为这样不好。如果这样一个人开始成功了，那么他们就会被强而有力的提醒啊，他越成功啊，越被提醒，提醒什么？对缺乏成功的同样主宰性的需要啊。另一方面，他需要不成功啊，就不想成功，就缺乏成功的啊，也同样需要。为什么不想成功？因为他不想表现自己，他不想把自己啊真实的想法展现出来，他觉得这样是很不好的，很危险的。你说他一方面成功，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成功，因为再次的，此人相信自我表现乃是必要而可遇的，而同时又是极其危险的，故此必须避免。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信念啊，在他身体里打架啊，一方面认为啊，自我表现啊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啊，而且是可以追求的啊，可遇的，就可以变成自己的欲望的一部分啊，但是又是极其危险的，必须要被避免的。结果就是什么呢？难局啊，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啊，进退两难的、自我矛盾的两难之局。这个难局会有许多种呈现的方式啊，比如说一种就可能是在财务上呈现出来了啊，财务上很成功啊，但是因为一个严重的或者错误的商业判断，因而丧失了财务上的利益啊，就是。商业上做得很成功，突然因为一个意外啊，或者一个严重失误啊，或者商业判断，丧失了财务上的所有利益啊，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这种啊，一方面想成功，一方面又不想成功。另一个啊表现就可能会借由身体本身来表达同样的难局啊，他用身体的困难啊，生疾病、重病。因此身体的活动力啊，虽然可以啊如此可遇，但却显得非常危险啊。身体的活力、活动力啊，就是行动能力啊，是非常的正常的，而且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呢却显得非常危险，这样的话就导致让自己不能动，真的就属于这种情况啊，他的这种两难之举导致自己身体不能动弹啊。当然对于大多数个人而言，这种推理听起来相当的古怪，大家说你在说什么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念啊？有的啊，我们在线下课做信念挖掘练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啊，只要一挖掘就看到了自己有相反的完全对立的信念。但是我们讨论中的人，比如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或者一些其他损伤动能的，就是不能行动的人，可以问他们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他们自己什么？如果我摆脱了这种风湿性关节炎或者让自己不能动的症状，如果我可以活蹦乱跳了，我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阻碍了，我会做些什么？啊，可以借由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找到那个相反的阻碍自己行动的那个卡住自己的那个卡点啊，找到那个信心啊，那个信念的那个卡点，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我身体没有问题，活蹦乱跳，我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现象？啊，这个人会一下就愣在那儿，他就会一下愣在那儿，他想哦，我想干什么？他会发现他没有什么想干的，啊，他会发现什么他都不想干，他会说，外面很危险。啊，我想出去转转啊，
去世界各地旅游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哪里都不够安全啊，或者是啊，我的财务状况也不允许啊，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老人要抚养啊，老人要赡养啊，反正他会找各种理由告诉自己哪也去不了。你通过这个点，你就会知道他的病的根源其实不在身上，就在他心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来让这些病人找到自己卡住的这些点。就像前面说的，他举了过一个例子，那些酗酒者的妻子，她所有的信念都是啊，让自己的老公不喝酒。那结果就会导致她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实相，自己老公不停的喝酒，她不停的制止老公喝酒，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那有没有有一天问过啊，假设你老公真的不喝酒了，那你会干什么啊？他不喝酒了，他也不酗酒了，他不会天天晚上出去喝酒了，那你呢，作为这个酗酒者的妻子，你该干什么呢？啊，那你说我应该干这个，我应该干那个，我应该去学习，我应该去开始我的生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现在就应该做，而不要管这个酗酒的老公是否酗酒，酗酒是他个人的问题，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对吧？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离开，要么接受啊，你这中间啊，既不能接受他酗酒，天天去制止他啊，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又不敢离开，那你自己在这里卡在中间多难受。所以说就像这个例子一样，你问他，如果你老公不酗酒了，你该干嘛？他会突然愣在那儿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老公怎么可能不酗酒，看我的老公怎么可能不酗酒，他道出了事实，结果他的生活的实相就是他老公一直喝酒啊，改不了。谁创造的？他自己创造的。他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一个难局？你就想，哎，因为他喜欢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扮演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啊。这样一个人可能突然受到一种恐慌感的攻击，他会突然恐慌而非松了一口气，故此头一次体验到潜在问题的对动的恐惧。按理说她老公不喝酒了，那她应该是松一口气才对，可是不是。当她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当老公真的不喝酒我怎么办的时候，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和生活失去了方向啊。同样的问题在对孩子问题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最近正好在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夏令营的活动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学校正在筹备当中。那面对很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家长也是同样的问题，一样的呀。你天天担心孩子不学习啊，孩子学习不上进，孩子不跟你交流，孩子天天玩手机，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孩子不玩手机了，如果孩子要跟你再在一起，跟你聊天，跟你对话，跟你陪伴，你愿意吗？你是不是反而这时候你拿起手机刷手机了？你愿意跟孩子陪伴吗？你愿意陪伴孩子吗？等等啊，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就能让你真正反思到啊，孩子为什么今天会这样？是孩子不愿意跟你沟通，还是你不愿意跟孩子沟通？你觉得孩子太小，什么也不懂，跟他沟通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你心里真觉得跟孩子沟通，比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闺蜜或者跟你的老板沟通更有意义吗？如果你觉得跟孩子的沟通发自内心的，你心底里觉得跟孩子沟通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只要你的信念一改变，孩子会和你沟通的，你也准备好了跟孩子沟通。而你真的是想跟孩子沟通吗？啊，就等等，就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反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就能得到这些答案。然而，为什么会怕动呢？为什么会怕动呢？就这个有行动力，活动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如此多的人被教导啊，太多的人被教导什么呢？力量和能量是错的，是有破坏性的，是罪恶的，所以要被惩罚。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应该做人应该温文尔雅，要懂礼貌，说话要柔声细语啊，不能太大声音啊，行动的时候也要啊动作优雅，慢一点。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啊，如果你的动作显示出太多的力量感啊，或者你整个人啊非常能量充沛的啊，就像那个啊多动症一样啊，不论是面部表情还是精力还是身体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充沛的状态，我们的从小就被教育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好的啊，我们会冠以儿童多动症啊。啊，或者是这个罪恶的呀，或者是要被惩罚的啊，上课乱动，老师会要惩罚你的，对吧？尤其是中国的小孩子，特别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上课都要整整齐齐的坐在那儿，双手背在身后，是为了让他啊老实一些，手不要在桌子上玩铅笔玩东西，就让孩子把双手背在身后，一节课一节课的坐在那里。多么残忍，多么残忍！来，你做一下试试。你给我做45分钟，把双手背在背后，一动不动的啊，坐在这里。嗯，啊，我先不让你学习吧，我让你坐在这看电视剧可以吧？你给我做45分钟看看。动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因为动才产生了这个世界，没有运动就没有这个世界。动是万物的最正常的现象，人又不是石头，又不是木头，你为什么让它一动不动呢？非常的诡异的这种规定啊。然后呢，因为小孩子动啊，就要被惩罚、罚站、赶出教室、叫家长、挨打，有没有这种事情？等孩子长大了啊，孩子变得非常的蔫儿啊，无精打采，经常垂头丧气，每天躺平，或者是除了玩游戏什么斗志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活力和精力，然后你会说，哎，你咋孩子咋这样没有活力呢？啊，你咋天天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不像一个欢蹦乱跳的？你从小管的呀，怪谁呢？啊，所以说要记住啊，孩子动是正常的，不动才是不正常啊。孩子要如果真的不动，你可以带他去医院看看了啊。嗯，那些好玩的，就特别喜欢玩的，那些喧闹的儿童，往往被告以不要再爱卖弄啊，不要做爱卖弄的人，或者不要表现出他们正常的蓬勃的生机。就小孩子不要太闹腾啊。不要太折腾啊，老老实实的听话啊，这是他们正常的一个孩子的蓬勃生机啊，应该被鼓励、被保护、被赞许啊。他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这些蓬勃生机，他还是孩子吗？现在你啊倒是没有蓬勃生机了，你倒是想有，你能有吗？让你有个蓬勃生机来，你给我有一个我看看。这就是啊，我们家长的问题啊。宗教啊，更要强调戒律啊，那戒律就太多了啊。讲戒律，要讲节制，要讲苦修的重要性啊。这在干嘛？这在干嘛？嗯，讲什么节制？讲什么戒律？讲什么苦修？这个世界是先有戒律节制，还是先有的宇宙？你看这个宇宙，它节制了吗？它有什么戒律？它苦修了吗？它该火山喷发就火山喷发，该造地运动就造地运动，该地震就地震，该海啸就海啸，
他什么时候啊这个收敛自己了。这就是大自然和谐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天天说要跟宇宙啊同频，跟宇宙，宇宙就是这样子呀。宇宙有戒律吗？宇宙有节制吗？宇宙有苦修吗？我们所有人修行的最高境界就跟宇宙成为一体。你跟宇宙成为一体，我想请问你，宇宙有戒律吗？宇宙有节制吗？宇宙有苦修吗？宇宙没有，你有，那你能跟宇宙一体吗？你能跟宇宙同频吗？啊，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难道？你说不对，那某某大师说的，啊，某某宗教说的，啊，某某教规里写的，教规能代表宇宙吗？教规能代表你吗？教规能替你生活？是吗？是你活你自己的，还是你活成教规里期待的那个人？对吧？这例子我已经举了无数遍了，我不想再说了。如果戒律和苦修能修成的话，那佛祖就不会啊，当时开悟了。他就是因为苦修，就是因为戒律，就是因为节制，他达不到他想要的，他没法开悟，他最终才走出来，就是因为他破除了所有这些限制，他才开悟的。所以说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啊，根本没有必要啊。所有这些态度还有其他的啊，要为许多心灵、身体、精神以及情绪问题负责的这种信念啊，都可能对人极端的不利。记住，记住他说的这句话啊，这些戒律我先给你破除了。但是很多人说我没有戒律，但是我还有道德，我还有心灵，我要对心灵负责啊，对我的精神负责，对我的情绪负责，我情绪不能波动啊，我的精神要健康，我的身体要平衡啊，要健身啊，我的心灵要提升啊，等等等等。记住，所有这些你认为正面的信念都有极大的可能性对你的健康造成极大的不利，对你个人的成长也是极端的不利。这里头一定要记住啊，这是赛斯的一定要点出的这些人的点啊。你想对什么什么负责，包括你想对自己的成长负责，你想对自己的灵性成长负责啊，你想对自己的开悟负责，你想对自己的身心灵都负责，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信念，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错。你想对他负责，不论是任何东西，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对你造成极端的不利。很多人说，那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吗？不应该精进吗？不应该提升吗？不应该成长吗？那难道有错吗？难道这些还能对我造成极端的不利呢？对，我再次给你确认一下，是错的。我再给你确认一遍，虽然你今天不能完全理解我说的话，但是我再次给你确认，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明白我跟你说的意思。这些观点都是错的。你说为什么是错的？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为什么是错的。我因为不可能一条条跟你讲啊，再讲那么细。第一个，你的灵性的成长，你的开悟是不需要学习和精进的。你越学习越精进，反而会适得其反。它只能在你放松的、有爱的、跟宇宙链接的状态下自动实现的。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是通过精进的学习和修行开悟的。那些所谓的经过长久的学习和精进的、认真的啊努力的，最终啊，我看到的是几乎都不能开悟。
没有开悟的，纵其一生也枉然。这里面玄奘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但是在修行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开悟。这一点在他晚年的自我表述里头他也说过，非常遗憾啊，此生没有开悟。他开不开悟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啊。为什么？他比谁不精进啊？因为你还不太真正了解，你可能了解都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如果你真要了解啊玄奘这一生的话，你会对他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精进吗？精进。学习的刻苦吗？刻苦啊，那简直我没有见过比他更精进更刻苦更认真的人了。又怎样？举一个反例，六祖慧能不识字，文盲一个啊，长到十几岁二十多岁啊，听人家说了一句话啊，因无所住生其心啊，完了一下被感应到了，非要去学习，说这是什么经，金刚经谁在讲的啊？有一个五祖在讲，那我要去，就这么到了那儿了。到那儿五祖也没教他什么啊，去这个厨房冲米，古代的稻米有壳嘛，把那米冲好，冲米冲了是五个月还是八个月的米啊。后来因为这个五祖让大家写诗表达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状态啊，后来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没人教他这五个月还八个月，也是他的怎么就开悟的啊。当然六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彻底开悟，但是境界已经比学了很久的非常用功的五祖的那个大弟子神秀啊要境界要高很多了啊。你说境界高一个就叫高很多吗？对，在修行上境界只要高一层啊，跟你就是天壤之别啊。这一层虽然只是境界上的一层啊，在世界上啊就是天地之别啊。虽然六祖在当时也没有完全开悟啊，就像五祖给他点评似的，把他的诗从墙上用鞋底擦掉之后啊，说还亦没有得到这个啊，亦没得法。一个是为了保护他，另一个说的也是实话啊，对吧？但是等到半夜啊，护送他走给他讲法的时候，那时候六祖还是十分的年轻气盛啊，五祖刚讲一半还没到一半，直接拍桌子瞪起来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开始给表达他自己的理解了。五祖一看这样也讲不下去了，但是五祖的这个智慧，就真正开悟人的智慧，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我再次说一遍，开悟人的智慧是没有开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啊。最简单的方法，你对他啊，如果你认定他，你就相信他啊，等自己慢慢有时间让自己消化和理解啊。如果你不相信他，你就先离开他，自己去学习一下也是可以的啊。我只能说你很难理解。我就举六祖和五祖的例子，五祖清清楚楚知道六祖仍然没有开悟，但是慧根有了，发心有了啊，而且这件事情是本自具足的。一个人的开悟的状态是本自具足的，不需要学习什么，但是他此时的时候和火候都没到。即便如此，五祖也没有说你好好听着，听我给你讲，你这还没开悟呢，我告诉你哪儿没开悟啊，我一二三说清楚，然后呢你应该在哪哪再提高学生。五祖没有这样做。五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啊？作为开悟的一个人，他知道六祖已经开悟了。我说的已经不是指的那个时间的当下开悟，是他看到了五祖那个最大的那个自己，那个更大的那个自我啊，那个高我，
那个六祖的本自具足的状态，他看到的是这个，他在当下这一刻就已经啊，通过心与心的交流，心心相应啊，直指人心的方式，就已经感应到了六祖开悟了。但是这个开悟，记住，不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但是你能听懂我的话吗？他开悟了，因为他以后开悟了，就证明或者就意味着他此时已经开悟了。可能你能理解，也可能不能理解。所以五祖没有任何的纠正点化和什么，对六祖加以鼓励，亲自送出寺庙，给他指条明路，送到船上让他逃跑，还把自己的衣钵亲手交给他。此时五祖六祖连个和尚都不是，连个编制都没有，但是五祖就把传承了这么久的代表着禅宗的最高的这种门派象征这个宗师的这个传承信物，就交给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20岁出头吧，可能当时我现在记不清了，到底多少是十几岁啊？20出头，应该是20出头。所以说你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他没有开悟的状态下，五祖不去纠正他？为什么五祖还要去保护他？为什么一个没有受过学习、没有经过熏陶，五祖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给他讲讲，没有，五祖只是把他送走，你说他不遗憾吗？他没有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他吗？等等等等，也传了那天晚上也传了，但是具体传的什么这个好像也没有说，但是一晚上能讲多少？但是总体感觉来说，按照六祖后来的回忆录他写的《坛经》里面的回忆录里头，五祖并没有去做任何的所谓的这个拔苗助长也好只开示也好，都没有我说这个道理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是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赛斯这句话这句话不那么好理解，它跟你的很多观点都相悖的。你越用力越想负责，越想对自己的成长负责，你越危险记住，是越危险。那你说，那我应该怎么办？那他就不学了？这是一个悖论这是一个悖论，学但不执着认真精进但不执着，这中间的区别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好了，关于这一点我多讲了一些，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这句话这是很多人在修行路上就走不下去的，或者在他真正追求开悟的路程中的自己给自己限制的点他说很不幸的，也有一些特殊的教诲是性取向的跟性有关的，因为在一个性别上而非在另一个性别上显示其效应。比如说男孩仍然被教育男孩要教什么？要酷要冷静，要好斗和肯定自己要被教要这样，要很酷相反于要温暖，要合作，要合群而不虚张声势。他教给男人就要这样，就是要特立独行，要酷，要冷静好斗而且肯定自己不要那种显得过于的温暖不要做暖男不要温暖不要温柔也不要合作，也不要合群不是，要合群而不要虚张声势不要张扬，要合群，有意见不要主动表达要先跟大家保持一致不能太个性等等
这些对吗？啊，就性别化太强了啊！我见过很多男的啊，见过很多人啊，很多男的就故意的表现出这样子啊，就十分的幼稚可笑。然后男孩子被教啊，被教导说，在任何方面依赖都是没有男子气概的啊，男子不能依赖任何人啊，要顶天立地。所以有时候看这些小男孩啊，装大男人那种故意耍酷，故意在那儿虚张声势啊，故意这个表现出自己啊那个样啊，特别的可笑啊。一般而言，在青少年时期，当被母亲亲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尴尬啊，因为他觉得要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啊。然而，既独立又依赖，既合作又竞争，是相当自然的。是相当自然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就不能依赖，独立和依赖啊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这是相当自然的。而我们的男生啊，男孩就被教育成不要啊，要独立不能依赖，要竞争不能合作啊。这种年轻人怀着想要独立的啊欲望长大了，这种年轻人啊想独立的。然而在同时，他们也经验到合作与依赖于别人的自然的驱动力。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又自然而然的想去跟别人合作啊。许多人结果为任何他们认为依赖或没男子气概的行为惩罚自己啊，他就说我怎么没有男子气概呢啊。他们常常害怕表达爱，他觉得表达爱是没有男子气概的一种方式，或者优雅的接受情感上的滋养啊，也不想接受情感上的滋养啊。他在两性关系上、亲密关系上啊，总是硬邦邦的啊，硬决绝的。他觉得那才是个男人，男人就应该这样啊，不能表现出像小女人那种啊，那种啊柔情啊、蜜意啊那种东西不行啊。这是生活中太多了啊，这种男人啊。觉得这种刚强硬才是他的常态啊，啊，所以说不愿意接受啊来自亲密关系的滋养、情感上的滋养啊，那他一定会匮乏，嗯，既不敢表达爱，他因为害怕表达爱，也不接受滋养，所以说他这个感情是匮乏的啊。那这样的男人啊，一般在这个亲密关系上啊，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结果有些人，有些这种人变得严重的啊，会胃溃疡了啊，身体上会有变化，有胃溃疡。因此他们的胃在接受物质的滋养的时候也变得疼痛和溃疡了。他不接受精神的滋养，他也不能接受物质的滋养啊，因为胃就是吸收养分被滋养的。因为他不想被啊，精神滋养，导致身体上也会产生某种症状，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然后再次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但是再次的，我的确真的加速导向身心平安的那些坐标。啊，谢谢你。4:33，真一离开出神状态就说，没有人为了任何事打扰我们。我告诉真，像昨天的课一样，此节又是非常的好。显然他有许多地方适合我们的情况。当我们聊天时，我听见一位护士在门外推着药车，真吃过他的阿司匹林和这种药了。在我替他翻身前，他抽了一支烟。乔本巴洛今天下午回到医院，替他的第四回合的化疗做准备。我在7点离开真的时候去看了他，他看起来和讲话啊，讲起话来都好很多，都好多了。乔对他得与癌症共处多久啊表示担心啊，这个乔对他跟癌症还要待多久非常担心。他也描述了过去3个月来他常有的却没有告诉玛格丽特的一个梦。对我而言，他听起来显然象征性的啊，显然象征他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他抗拒对死亡投降的这个啊战争。我同意啊，他同意我委婉提供的解释。无论如何，我根本没有那么把握，我说的都是对的。啊，这是一个小插曲。
让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5月30日，星期三下午4点15分，在昨天的课程的结尾，我写的说，在我7点离开真后，去看了乔本巴洛。当我在他的房间522房间的时候，玛格丽特下去和真去问好了，他在这个330房间啊。乔预定周四早上回家。昨天晚上，真仰躺着，极端的不舒服。他说，他的左臀上的褥疮无止境的令他难受。他吃了这个药，然后喝阿司匹林，但是还是没有任何帮助。今天当我抵达330房间的时候，他仰躺着，觉得好多了，虽然并不自在。我告诉他，午餐时，约翰·本巴洛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父亲暂时不会回家，医生在他的一个液肺里发现了一处感染。昨天没人知道此事。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啊，塞斯来了。他说，我们继续口授啊，停顿良久啊，然后塞斯继续说，对关于力量和能量的利用有强烈的矛盾信念啊，就是既想利用力量和能量，又害怕力量和能量，这是大部分人的啊矛盾的信念啊，在生活中表现的就是唯唯诺诺，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啊，并且有时拥有特别多要求被利用的这个精神及身体能量的人，往往也经验到癫痫症状啊。塞斯在归纳和总结，他有的时候啊，拥有特别多被利用的精神和身体能量的人，就他需要利用这些能量啊，他往往得癫痫。嗯，在许多这种病例里面啊，癫痫病例里面所涉及的这个人的智力极发达啊，智力极发达，拥有明显的却鲜有被充分利用的天赋。啊，非常非常，就很多这样的有特殊的能力的人、天赋的人，他的身体都会有问题。比如说，有个电影叫《雨人》啊，这个《雨人》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吧？哎，他这个弟弟就是一个超强的数学能力啊，啊，但是他经常会啊出现那种抽搐啊、抖动啊这些啊等等。哎，就是当他的癫痫病人，有的时候智力往往是极其发达的。这种人对个人的力量和能量是如此的惧怕，他有超强的天赋，但是他又怕自己的这个天赋啊，他有超强的运算能力，他又怕自己有这样的天赋，以至于啊令他们的精神系统短路了啊。你想想，他这么强的超能力啊，数学天才啊那种超能力，地方没有怕自己这个能力，这样会导致他精神短路的，阻断去做任何有目的行为的能力啊，至少暂时如此。然后呢，它会形成一种什么结果，就是什么都不能干，癫痫症发作就什么也不能干啊。为什么？就因为他阻断了这个去干任何事情的可能性，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力量如此强大，他知道，但是他又怕，惧怕这个力量，那就干脆自己不要，啥也别干就得了。所以说癫痫病发作就让他不能干任何事情。由于他们了解到，他们的确天生拥有强大的天赋和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这些人往往为他们的疾病而非他们的能力而寻求注意啊，他不去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反而会关注在自己的疾病身上啊。为什么？哎，就是因为他惧怕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他就限制了自己啊，导致自己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状况，然后呢，他又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状况上啊，而不去用他的这些能力。由于他们的机智和面对苦恼的这种机敏应对啊，他们可能会变成职业病人啊，他们的医生偏爱的人啊，因为他太过于聪明了。太过于聪明了，他非常的机智啊，他们就会变成职业病人。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在病人的状态下才能够阻止他使用他自己的那些能力，但是他那个能力一直就有啊，他会用在各个方面上，包括啊在应对这个疾病上也一样，他会变成医生喜欢的那种职业病人。哎，
对，所有的症状都符合医生的预期，标准病人啊。可是这些人也是活在相反的目的中的，他完全相反的两个，他们决意同时啊，他们决定同时既表达自己又不表达自己，看，他们就这么决定的，我既表达自己又不表达自己，这完全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啊。像那么多其他的人，他们相信自我表达是危险的、邪恶的，且必然导向受苦的，不论是否是自己造成的。啊，他们会认为只要自我表达就是危险的、邪恶的啊，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是邪恶的，啊，而且必然会导向受苦的，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虽然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自己造成的，可能是别人造成的、社会造成的、其他人造成的，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这特定的一群人啊，这么一类人也常常被一种特别的愤怒占有，他们因为不能炫耀自己的力量和力气啊，力气和力量啊，一种人就他前面说的，还有另一种人被愤怒占领着啊，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啊能力力量，他又不能炫耀。为什么不能炫耀？因为他觉得炫耀自己的力量是不好的，而且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反之，却被迫做出一种有时显得吓人的以及羞辱的行为，啊，而对自己狂怒。啊，他又不能炫耀自己的力量，反而会适得其反，啊，做出一些非常吓人的和羞辱的行为，啊，啊，就是非常令人这个羞耻的一些事情啊，非常吓人的一些事情啊，不是通过表现自己的力量感啊，自己的能量，而是适得其反啊，把事情搞砸，通过把事情搞砸啊，而让自己对自己发怒啊，生气。他通过发怒来表达他的力量感，你能理解吗？他的力量感没有正确表达，却反而对自己的怒火作为释放的一个出口了，这攻击性有多强啊！本来是应该向世人炫耀他们的天赋和才能的这种力量感，因为不能表达，转而变成攻击自己的愤怒，把这个力量都用在这儿了，把这能量都用在这儿了。你说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在4:28停顿良久，啊。累患癫痫的人也常是完美主义者，他们也常是完美主义者，如此努力的要做得最好啊，以至于他们结果有一种非常不平顺的抽筋儿的身体行为，就他们特别想把事情做得完美，但是呢，结果恰恰相反，他不仅做得不完美，连平常人做的事情都做不到，变成经常抽筋儿、不平顺啊、手抖啊、半边身子抖。啊，脸抽搐，眼睛抽搐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太想完美了，整个人都走样了啊！过于的完美的人都过于的紧张，会导致所有的行为啊失常啊！他就解释啊，人为什么会在这种矛盾的信念下啊会呈现，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矛盾的信念啊。他越想完美，反而他表现出来的越是越不完美的这种症状。在某些例子里，口吃是同类活动的一个非常温和的例子啊，口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非常温和了。在一方面，有些癫痫病人觉得高人一等啊，他的超人的天赋和能力是高人一等；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比平常人表现的要笨拙得多啊。在另一方面，连正常的生活都很难自理。你看，他一方面看不起别人，他觉得比别人高一等；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傻，不如别人啊。你看他这个多么的分裂啊！再一次的，许多人也相信，那些具有特别才能和天赋的人是不为人所喜的。许多人都相信啊，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和天赋的人。是不为人们所喜欢的，大家明白吗？具有特殊才能天赋的不被人，他们认为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才干、有天赋、天才
不被大部分人喜欢，而且还容易被迫害。比如说特斯拉啊，这个著名的啊科学家，这是一种集体的信念啊。然后呢，这带我们到一个不幸与浪漫相连的一大堆的信念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天才一定会有不幸的遭遇，天才一定不被大部分人喜欢，是这样吗？根本就不是。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些天才他自我的信念上啊有怀疑啊，或者自我的信念上的这种冲突，就既相信自己是天才高人一等，又觉得自己不行啊，不能这样的表达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力量和天赋全部施展出来啊，等等啊，这些拉扯导致身体上出现的状况。而身体一旦出现状况，他就更关注身体的状况，然后告诉别人，你看我不行吧，我很弱吧，我虽然在某些方面很强，但我在某些方面很弱啊，你们不要嫉妒我，不要伤害我啊，不要因为我的天赋，因为我的聪明的大脑伤害我啊，因为我你看还有很多比你们弱很多的地方，你看你们要平衡一下啊，我很聪明啊，但是我有癫痫，我抽风，我经常口吐白沫啊，大家明白了吗？哎，这就是一个啊。4:34，真喝了一口咖啡，并抽了一支烟。有时我觉得好像有一大块资料在那儿，然后其他的日子却什么都没有。他说啊，在4:41继续啊。塞斯接着说，这些信念啊，就是什么信念？就是不幸和浪漫相连的这一大堆信念，记住吗？你没听懂他的意思啊，他想说的告诉你，就是艺术家诗人经常会在这种浪漫的故事情节里头植入很多悲惨的情节，基本上都是悲剧，对吧？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就不举了。明明是很浪漫很唯美的事情，包括咱们对，牡丹亭是个完美的结局啊，但里牡丹亭例外啊，很多很多这种浪漫，比如说杜十娘啊，这些本身就是很浪漫的事情，但是它偏偏要加上一个悲剧的结局啊，悲剧的色彩。这大部分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演员以其他的仿佛在艺术其他形形色色的自我表达里啊，有非比寻常天赋的人都这样。我把这句话给大家再说得更明白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既浪漫又悲伤的艺术作品、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既唯美又伤感，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他们自己的信念就是这个信念。现在能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会这样了吧？因为这些非比寻常有天赋的艺术家，在他的认知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天赋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浪漫也不会有好结果啊，浪漫归浪漫，但浪漫的结果一定是不浪漫，一定是悲伤的，一定是悲惨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就呈现出这样。所以真正的这个艺术家不是这样的啊，这些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啊可以称之为艺术品或者怎么，但是真正的艺术家是那种真正的活出来的，真正的开朗的，真正的没有带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伤和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人类就喜欢这些东西，就喜欢这种浪漫中带着悲伤的故事。而那些真正值得鼓励的，真正值得人类宣传的，或者人类去啊颂扬的，就是那些一直勇敢的、快乐的表达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命活力的那些人。不要加上那些黑暗的、抑郁的、忧郁的、死亡的那些东西的人啊，这是我对所有的艺术家的一个
期望和呼吁。我特别愿意鼓励那些年轻的人啊，真正的绽放出来，活出自己来，活出那种啊无可救药的自信和无可救药的喜悦。没有忧伤，没有不幸，没有悲惨的结局，生活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这是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如果你想从事艺术创作，哎，你想想自己，不要无病呻吟，不要学那些所谓的艺术大师啊，浪漫中带着忧伤，好像如何如何，一首歌曲非常的动听、好听、优美，却带着凄惨的结果，啊，悲伤的后果，啊，悲伤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记住啊，不是是这样才是一个好作品，是因为这些艺术家，这些有着非凡创造力的人，他们的信念是这样子。而一般没有这种信念的人，他的这种创造性没这么强，他的艺术天赋没这么强。艺术天赋强的人啊，会有这样的这种信念的拉扯。塞斯就是一不小心又指出了一个事实和真相，但这个绝对啊不是所有艺术家的样。我见过很多真正的艺术家，就像孩子一样的纯真、烂漫、天真无邪，在他的眼睛里永远是那种透彻、清澈、干净，永远看到他眼睛底层的那种孩子一样的好奇，对生活、对生命的好奇，能够从他身上看到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看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活力。这样的艺术家，啊，才是我认为的真正的艺术家。那些无病呻吟啊，见花落泪啊，45度角仰望星空啊，悲天悯人的啊，这些文艺女青年啊，那离艺术家还差得很远很远啊。好了，所以说这些，如果我们让大多数人都能够从小把这些限制性的去掉，那我们这些真正的艺术家会越来越多的。他们是受了这些不应该的啊负面的信念的影响啊，或者是这种冲突信念的这种拉扯，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啊。这些信念导致最悲惨的一种传奇啊，对，就是这样，在他自己个人身上和他的作品里都是这样啊。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啊，诗人、音乐家、演员，他们的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也是让他演绎成这样啊。非常的灿烂辉煌，但结局往往都不好啊，他们喜欢这样的结局啊。他们的作品也类似啊，在其中有天赋的人永远为宝贵的自我表达的礼物以及某种方式啊付出代价。这些有天赋的人啊，他们真的是有天赋啊，他们在表达自我的时候啊，表达能力特别强，但是他为这种自我表达的礼物以及某种方式啊，他们在付出代价啊，这是他的信念啊，其实不需要付出代价，没有任何代价需要付出，但他们认为他们需要付出代价。什么样的代价？比如说像灾难、不幸、死亡等等意外啊，能理解吗？你现在能理解很多艺术家为什么发生啊，比如说张国荣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自杀了啊？等你读懂了塞斯资料的东西，你会能看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因为意外啊，出车祸了啊，对；有的是因为啊自然灾害啊，有的是因为得病了，各种原因啊。好了，口授结束了，4:44，4:44啊。鲁伯的不幸夜晚是他自己的身体恐惧的结果。塞斯继续强调说，鲁伯整天晚上都躺着很不舒服痛苦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身体恐惧的结果。与他随之，他捡起了啊乔本巴洛可怕的恐惧的事实有关，而这些刺激了他自己的恐惧啊，他对自己的身体恐惧啊，也对那个本巴洛的恐惧他给捡起来了。
导致他一晚上都睡不好啊。多少涉及了玛格丽特的探访，以及你去探访乔病房的这件事。要真再多做一些有关他身体表现的自由联想，纵然令他不舒服，也是一个好主意。而那些恐惧，不该被不耐烦的对待。啊，就不要不耐烦，恐惧来了不要不耐烦，要接纳他。这个以前他前面的几节里讲过啊，恐惧不可怕，啊，不对恐惧不耐烦很可怕，对恐惧加以评判很可怕啊。他们能够并且应该被规劝的，就恐惧可以被劝啊劝的，纵使这意味着一而再的去看相反的信念。他虽然可能需要你一而再的去看那些相反的信念，因为做信念的自由联想练习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了他的真的很多相反的信念啊，反面信念、负面信念。他说，但是这个是有必要的，在这么做的时候，在做自由联想、观察真的负面信念的或反面信念的时候，其实是在劝阻恐惧的蔓延和滋生。在我们下一节里，我将试着给你们治疗啊，给你们治疗这个方向的一些进一步的暗示。而我现在祝你俩有个美好的晚上，以及一个舒适而愉快的晚上。啊，他针对真头一天的。啊，他说谢谢你。在4:49，昨晚我去看这个乔的时候，乔跟我谈到了他的恐惧，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告诉真，其实罗是想反驳啊，赛斯说的并不对啊，真并没有减轻恐惧，至少。罗说我没有跟真说过啊，乔对自己的生命癌症还能躲多久啊是恐惧的，我没讲，还没来得及跟他讲呢。换而言之，真自己捡到了这个乔的恐惧，他说我不是我说的，除非当我离开后玛格丽特去看真的时候也可能谈过，但是后来他问了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没有，反之玛格丽特告诉真，乔觉得好了这么多，以至于家人计划在星期三晚上就接他回家，而非星期四的早上。啊，其实赛罗就想说啊，不是我们把这个乔的恐惧传给真的，是真自己捡起来的啊。而这一点赛斯也没有怪罗和这个玛格丽特，他只是说他俩的到访勾起了啊这件事儿，勾起了真对乔的癌症已经第四次化疗对他的未来的担心啊，对他的担心就延伸到自己的恐惧上啊，就像你有一个好朋友，他已经癌症晚期了，在做化疗，那他的朋友来看你或者他的妻子来看你的时候，虽然他说啊他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越来越强，但是这件事本身容易啊在你信念不坚定的时候勾起你一些负面的恐惧出来。好了，关于这一章的解读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这一章虽然不长啊，这一节不长，但是里面说了很多核心的信念啊，也指出了我们人啊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啊，在两难之局的这个情况下啊过我们的一生的。我们所谓的修行就是把这些生活不要让自己永远处在这种两难之局里头，让它更顺过来，更顺流。不要自己跟自己打架，不要像周伯通一样左右互搏，不要自己跟自己对着干，顺过来，只要你顺过来，你的人间就是天堂，如果你不顺过来，你的天堂就是地狱啊，就这么简单。好了，那最后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